大家好，木兰健身艺术学校汇报演出即将来临，好期待呀！期待看到我们一年通过健身习武带来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的变化在舞蹈当中的展现。在平日分享舞蹈的过程中，让我感受到了木兰的团队的正能量，这是我生活受益之一。感谢一路相伴，感谢一路走来，我们继续前行。预祝木兰健身艺术学校汇报演出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云华，我在木兰学校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在这儿我既是舞蹈老师又是学生啊，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在这儿，我衷心的感谢木兰这个平台，也衷心的祝愿木兰学校蒸蒸日上，祝愿木兰姐妹舞出美丽，舞出健康，舞出快乐。姐妹们好，朋友们好。非常高兴以此方式一起回顾并分享木兰姐妹2023年度的学习成果。回望过去一年，再次体会到每一滴汗水，每一份坚持，最终都化为更矫健优美的舞步，更悦耳动听的歌声，更灿烂美丽的笑容。多姿多彩的节目记录了姐妹们勤学苦练的成果，也给我留下许多镜头以外的记忆和感动。木兰姐妹们的乐观进取、友爱善良以及对社区公益的热心时常鞭策我，感恩你们的鼓励，我们一起跳着唱着笑着挑战着自己。在此衷心祝愿姐妹们越舞越健康，越唱越快乐，伴随着木兰之花无畏而优雅的绽放，长盛不衰。大家好，我是韦兰芳老师。首先呢，要谢谢孙老师给我们建立一个木兰学校，让我们在海外的姐妹们能够享受到一个身心双重收益的一个好平台。我们锻炼了身体，同时呢，也陶冶了情操。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就宛如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我们真正做到了一个零是非的一个真实状态。木兰学校加油，愿我们的木兰学校永远是我们海外姐妹们的一片净土，一片绿洲。谢谢大家。朋友，大家好！今晚是木兰健身艺术学校第七届汇报演出。该晚会展示了木兰姐妹精神风采和过去一年努力的成果。木兰学校能稳步发展至今，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和支持，离不开木兰所有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会继续努力，坚守初衷，健身健美，提升舞蹈素养和审美，共同努力，共同成长，丰富人生。晚会演出现在开始。传说。
小门。
阳春三月初，正是人间荷花簇簇，人逢此景欢喜又心处。阳春三月来，自有山明破尘土，送来希望是好运出。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那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几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thank you.
情画在家乡的山顶，甜蜜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深情的歌声描绘你的美，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梦里的夜晚我不愿醒来，只为把你画在我心里。山间幸福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把你的温柔化成那小河，爱情的泉水涌流我心里。
Oh!
宾朋友们，木兰学校第七届汇报演出将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也感谢木兰平台让姐妹们以音乐和舞蹈的形式来锻炼身体，又传播了中国文化。今年我们收获满满，明年将会更加精彩。木兰学校第七届汇报演出。